满院学生的美国留学梦即将成真。十月二日，密西根大学商管学院院长 Dean Lofty 造访师大进行学生交换签署仪式。Lofty 院长也为密大这块金字招牌做足口碑保证。这次与密大缔结学生交换协定，象征管院学生与国际正式接轨。开拓更多机会与当地学生进行学术及思想层面的交流，同时也能让自己在文化冲击的震撼下成长。They have their own bedroom. They reside in the single bedroom apartment with two bathrooms, kitchen, etc. If you prefer to have a roommate, or you want to save a little bit of money.签署协定后，两校互致纪念品。同时，师大管院院长周世玉也表示，期待透过这次合作，翻开两校交流新的一页，并搭建起友谊桥梁，一圆学生美国留学梦。以上是下一记者林真玉采访报道。